哇塞，我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甚至没有开无敌。哦，啊，すご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六一节快乐呀！我是小汪，不知道大家看到过这视频没有？这个作者可真是个人才，真的是什么 BT 版的特性都能找到，这一次终于能加强了自己啦！哎嘿，哇哦！那么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大家都知道植物是没有零戒指的，它是通过给植物附加零戒指，然后利用500攻速的法老僵尸给小蛙持续给上 buff， 最后用献血花圈献祭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啊，我抢不了了，并且用它炸弹也不行，直接无敌。哦，不，比无敌还无敌，可以攻击而且还可以挡僵尸。虽然可以打我，但是没有伤害。那么真的是无敌了吗？其实有很多种方法能处理。首先第一个很简单，把法老僵尸打了 ，buff 一旦消失，小蛙就会消失。第二个视线僵尸，视线僵尸让植物变成虚无状态，就吃不到 buff， 所以也会消失。其次是胖墩僵尸。因为血量低是可以直接秒杀的。这时候这个小伙伴要说了啊，小蛙，那巨人和杰克的堡垒机器人不也有碾压效果吗？是的，但是你不管用，而且跟开无敌不一样的是，无敌的植物可以用毒来解决，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植物不行。草可以，也是因为它有血量斩杀效果。哦，霸王僵尸有碾压效果，但对这种情况也无效。不过它可以去打后面的法老僵尸。Nice。最后大嘴花也可以，直接一口一个。哎，我怎么发现？是我在折磨我自己呀！